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，我和冰墩墩在珠峰脚下执勤，为北京冬奥会保驾护航，祝冬奥会圆满成功。特别激动，而且的话非常的一个幸福，终于见到冰墩墩的时候，他确实特别的可爱。在珠峰脚下看到冰墩墩由屏幕变为现实，我感到很开心，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冰墩墩。祝愿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，祝奥运健儿取得好成绩。